Na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greatest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artist Wang Jingyi. By going out and sketching the natural scenery of mountains, rivers, parks, and gardens, she not only hones her painting technique, but also accumulates many visual materials. Not content with paintings in a 100% realistic way, she adapts these visual materials to her own creations, using art as a lens to express her feelings and thoughts on the world.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个地方的天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田野里面的天空跟城市里的天空，这些都是积累我自己的创作的一个素材的来源。 我不希望我的画简单的只是一幅自然风光，我希望就是结合到我的观念吧，我的观念还是希望通过我的画面，然后让观众产生共鸣。比如我最近经常画一些仙人掌的这个系列，我是想通过对仙人掌这种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植物， 就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那种比较坚强、比较敏感这样的植物的一种描画来描绘一类人，可能会产生一些共鸣，就是在这个社会中挣扎的一种，他在自然中的那种状态，就是非常挣扎的一种状态。然后我的第一张呢，就是我把一个就是像 静物一样的仙人掌放在了一个自然的照片的前面，然后用一个投影的方式去表达，后面的自然已经不是真的自然，它是一个虚假的东西。然后我想利用这种空间上的置换，就是也是呼吁一下，就是人类对这些自然什么的改造。 在接下来的绘画中，我就是还是继续着用仙人掌这个元素，但是我对这个仙人掌做了一些改变。我叫它人造仙人掌，其实是我的内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仙人掌，它们失去了它们的刺，就像人类被磨平棱角一样，就是还是要表现人对它们的改造。